徐青，大军，下毒之事已经查清，还望您即刻下令，切除冷宫。 大军这是何意？莫愁不是，布谷说放就不放。大军，是你下令让我彻查此事，你口口声声要还莫愁一个清白，如今证据确凿，真相也已查出，您却这么说。徐青，布谷比谁都想把莫愁救出来。你要想救莫愁，他早就被放出来了。放肆！ 你身为一国之君，你的公义，你的威严去哪儿了？你之前不是还要立他为妃吗？你连他都保护不了，你有什么资格立他为妃？你以为是布谷想救就能救得了的吗？你身为一国之君，连这个都做不到，你在逼布谷，比臣不敢，比臣只是担心莫愁娘娘的生命安危。哼，你还知道莫愁是布谷的妃子？既是布谷的妃子，那救与不救是布谷的事，与你何干啊？布谷和布谷妃子的家事。 就不用屈佐图插手了，大军，下去吧。哼，屈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